当兵哩，感情国手，要去东澳湾的独州活动吼，两日一暝，唔忙那不个，现在上个交流，时阵降神啊，河游，所有思想出入门啊，在海上啊，人甲船拢平安顺利。水不要放在后面的储物箱，万一翻船，你的储物箱跟水就飘走了。这个地方要让拉紧，不要紧张，慢慢滑。翻船，你也不要紧张，我们都会协助处理。发展独木舟课程也有两年了，虽然没有每个孩子都有办法到海上去航行，但是独木舟是可以的，那我们想说让他们可以触到这个苏澳的外海，从海上来看。书啊，那是不一样的视野。月明国小海洋毕业挑战 ，Go Go Go！ 国奖，国奖，持续的国奖，对，很好。出现了啊，在前面那一座凸出来就是了。主任下来了，看我了。连接车嘞，你有空摆不？小朋友可以下来消暑一下。我童年过敏的。你那排一包过来给我。你那排水没有排。一、二、你有五个在救生艇上面。真棒啊！跟着船下上吸，呼吸调好一点。权利，你可以问我任何问题，我都只能说真心话。当这个学校的校长之后，最看过最好的班是哪一班？此时此刻，今年我感觉最好的就是六年级这一班。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你们这一次脚踏车骑了五天，对不对？对不对？250公里，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完成了。然后还有去爬圣母山庄，哦，然后爬完圣母山庄，今天又来航海，所以你们从这个
上山，上山下海，体力也好，或者是你们的胆识也好，我都觉得是最近这几件，最棒的。好像有人告诉我说，连那个莲蓬头的水都会害怕。这是以前，就尽量不要去想害怕的事情，然后久了就不害怕。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第一次开 OP 出海的时候，那时候船全大家都出去的时候，教练就组织和我们讲说叫我们出去，然后那时候出去的时候，其实心里害怕。讲到海的话，我看没有人比他更恐惧过了。之前跟哥哥去钓鱼的时候有教水，怕一点溺水，对不对？所以他现在想起来都还很害怕。已经克服自己的心里最大的恐惧啊。为什么想要转到月明国小？因为有水啊。那为什么还要来转队？因为是我爸逼的。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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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可是他一直在哭。我说：“那你到底是怎么了？”他说：“我好对不起我的 partner， 我的那个跟我一起滑的人。讲一下今天被抛弃，不是、啊？自己一个人的心情怎么样？还蛮难过的，因为他很厉害啊。当班长最痛苦的事就是他们很吵，然后在管他们的时候还一直回呛，自己没威严。你为什么叫陈教授？”哦，因为我很聪明的，你很聪明，哪里聪明呢？因为他们班的也练过。喜不喜欢今天这个活动？喜欢。为什么？因为有救生衣可以放心，帆船比较凉快，而且又很好。好是怎么了？太热了，没有流汗，但是有流鼻血。我不知道，他在前面的时候，我都在帮，就是在后面帮他一直压住，然后很累。我去洗澡。他去洗澡，然后去洗澡，我然后关门的时候不小心，我老一直哎呀，我都没了，都没人去看。就把我关在外面，三更半夜这样子。我以为是鬼，以为是那个什么鬼东西。我是鬼东西。点人文垃圾掉，那个蛇不要管它。现在第一颗石头那个外侧哦，在那边做一个浮潜，对我们这个环境的生态做一些了解哦。你看，有一颗珠子有没有？等一下，等一下。那个是珠子。等一下，好上船。
这一次的毕业挑战啊，是我们第一次可以就是说航行到这个东澳湾的这样一个，啊，结合我们现在也开始做主题式的教学，因为啊，我们在这一个学期就是以海洋教育跟美丽家园作为我们的主题，啊，那我们想说啊，让孩子有真的有每一个都有航海，啊，那也许透过一艘小小的独木舟，但他至少有一个短程的航海的这样的经验。其实还是有几个小朋友反映说，如果有机会还是要参，还是想要去参与这样的活动，会有这样的想法，表示他们其实在这个活动中，我觉得有那样的辛苦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有也有他们享受的地方，对，或者是说他们不曾经历过的事情，才会让他们想说，哎，有下次我还要再来。其实东岸漂亮就是那个清水断崖，跟那个整个沿岸的一些地形的变化，但这些东西都不是一般我们可以用人车可以到达，它一定要透过海路。以安全救援的概念来讲，其实海上这样的活动，就是以我们这一次从豆腐角到乌源角再到东澳湾这样的那个整个的过程的路径行程来讲，我觉得它安全性都比陆地性还要高啊。对啊，而且它相对体验到的是，也让他们知道说大海的浩瀚。真的，如果明年会再办，我的心态我会建议能够不用带那些就不用带，也让他们去体验到大自然，其实它有大自然存在的一些什么，一些美，一些力量。你真的没有那些东西，你也可以活下来。可是终于又画界了，你带没有了，没带水的，水要再多一点哦，就直接下去，然后就上厕所，然后再爬上来。渔船，可乐说抬船，我们以前都两个没有刀哎，左手贴上去，有没有看到？哦，你这进太冷了。所谓的休闲舟，就是你往后看这个，哦，这个我们也叫所谓的平台舟，在划桨的过程中，第一划的时候手背一定要拉直。前面看到有一艘船会有障碍物了，好，我先让船停下去。如果刚好一个浪打过来，船会这样子，你看船会这样晃过来，晃过去。他是翻得过去的嘛？这一台工作的不便宜，所以一定要体验。这个船是之前校长找到了两个海军军舰造船厂的员工，然后就想到说，咦，独木舟这个概念好像不错啊，因为我们有 OP 帆船嘛，对，所以就想说，咦，尝试另外一种水上水域运动的船只。从五年级下学期开始到六上结束完成，有我们小朋友那个宽度大概3公分左右的那个木板，一个一个拼上去，一个拼上去。这两艘应该不会出海吧？不会，除非要整理。他们挑战之前是你的挑战，好几种啊，四只，有四只，都会。